说我这样子带自己的亲姑姑、亲表弟，跟他们恩断义绝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不近人情啊？华芷，我姓顾，顾家的事情，外头知道的、不知道的，哪个不比这个精彩？帝王家，看着是锦绣堆，其实是白骨丛。官人，你不能休了我呀！你不能休了我！你不是想要那个府东吗？我现在就去把他给你弄来。府东，还有那个什么春夏秋冬，我全都给你弄来，行吗？官人，我求你了。天黑之前，把屋子给我腾出来。要是再让我看见你，我宰了你！我花镜名声臭了，你们也一样得臭。若你不嫌我越俎代庖，像这等龌龊之人，我大可以让他求死不能，让他再也进不了你姑母跟表弟的身。要姑母自己想清楚了，站起来离开那个男人身边，他和表弟才能光明正大的回家。你要如何做？我明天要再去一趟杨家，我是去劝姑母的，不会和那杨琪起冲突。但是如果……怎么？如果我天黑之前没有回来，恐怕要劳烦您来一趟了。放心，我要是今日没有见着姑母，回去必定会遭长辈们的谴责，大家只会觉得我年纪小不会说话，到时候大家一起前来拜访，岂不是要大动干戈了？好，那就这边请吧。啊，多谢。花芷还没回来，多半是遇到麻烦了。等不到天黑了，我现在就去。